我们打算一天只吃黑色的食物，给对方。好香的巧克力来，可以填饱肚子。我们吃到华夫饼上应该很好吃。哇，好香啊！我也想吃。华夫饼呢，综合了柠檬的酸味，只留下了柠檬的清甜。哎呀，太香太好吃了！谢谢姐姐，这是又创新了一道新美食，程度为70%的巧克力，加上麦芽糖，就是你一天的早餐啦。姐姐。 你没爱好吃，还能找到黄色的面条，你也是够厉害的呀！小笨蛋，赶紧吃，现在也吃吧。啊！你的午餐就是黑色小面包，这个我喜欢。面包看起来很好吃哦。哎，等一下，中间的奶油是白色的，你不能吃哦，只能吃旁边的面包。 这个好像还是进口的菠萝，糖分超足，太好吃了，这个可爱的小黄鸭，嘎嘎，松软可口，晚餐清真的。你的晚餐就是芒果干干香蕉甜甜圈。我给你准备的是瘦身套餐，低脂西梅，还有凉拌木耳，吃了好减肥哦。你是在说我胖吗？这个吃了对身体好。拿去。芒果干娘，芒果干。嗯，这芒果的味道真是超级香，还有香蕉甜甜圈，这个造型真是小巧可爱呀。 酥酥脆脆，香蕉味很浓。吃木耳，好丑！反正喜姐姐是很喜欢吃木耳的人，有点辣。小雅，你是不是忘记我不能吃辣呀？那我们的低脂西梅真的可以减肥吗？赶紧试试哦！啊，我们这么恶心都被捏坏了。吃点酸酸的，怎么给我总是这些奇奇怪怪的食物？我觉得还是我的。